每个人在工作都会遇到麻烦的人。玉皇玄学有一个送走小人的法式，此目的是可以把小人送走，让他远离自己，不会在工作上给麻烦。玉皇玄学会用顾客提供的资料做这场法式，请求神明把小人送走，让信徒送走煞气，让小人或麻烦的人不会纠缠自己无法作恶，也祈求他不要再来伤害自己，让心怀恶果的人自食其果及保佑自己工作顺利。